定是错误的念头去生想出来的，你不能去想病，越想病越严重啊！天天念着我这个病还会不会好，肯定死亡。念头要转移，把身体忘掉，把病忘掉啊！专门想上帝，专门想天堂，好啊，没杂念的。念佛的人专门想阿弥陀佛，专门想极乐世界，病也能好。